做神仙，多谢你替我驾驶那对高难路，我终身太是高贵啊。日行一善，这只是其中的一件，无什么。你其实咱直接跟我讲不客气就好啊，想做个会装酷。我先入去房间啊。阿弟，行了，过冰吧。新姐，新姐，来来来，这。是你醉。多谢你。巴肚敢袂疼？袂疼，要唔过我是感觉巴肚怪怪，不爽快。你想怎？我有事情想问你。哦。那包海产到底是谁送你的啊？是业主啦，要不过伊是别人送伊，才转送我的。哦。那那包海产的包装盒，你敢要搁有留的，还是讲店面的名片放伫个倒位啊？我想要向厂商追究，我怕若是搁较侪消费者食到食物中毒，安尼就唔好啊。你是不是包装盒拢扔掉啊？敢是搁伫个粪扫桶？我去找看卖啊。哎，免啦，我知影是倒一间厂商。倒一间？海龙王海产。啥？哇，海产！我就知影，海哥甲刘家有合作，因的海产的品质就规个拢走进去啊！甚至佫超工不爱跟我杨氏物流合作，安尼我知影，海哥一定是想要甲刘家有两个人交割，做伙赚有钱钱。安尼为着不爱让佫较侪人受害，我袂去怀疑，按铃申告。哎哎哎！你先别去啊，别去别去。想做你不爱我去啊？啊！你今麦平时这么慢，拄吃过冰吧？身体拢无爽快啊，要哪去？哦，啊，不过这件代志无处理袂用的啊。我无讲我要处理啊，无你交我来处理。哦，对啦，医生给你的药啊，你刚刚是吃？有啦，啊，暗时刚要吃。好，我替你提。队长，队长！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要去开门，啊！万一有，万一有什么意外，走不去变哪？啊！奶奶，我追你去！啊！我带去，我带去。啊！我开下门关。停啊！停啊！停啊！赶紧叫停！没人呢。来，啉一罐水，解一下惊。多谢你。
我看你平常时哦，讲话赤白白啊，怕人时阵这么歹，搁会惊地震？当然嘛会惊啊！有一摆地震的时阵啊，我就伫咧我家己的房间，我安怎走拢走袂出去呢？迄时阵我俩准我死伫我房间内面呢。自从迄摆了后，台北地震来袭来，我真正唔知道我要安怎的。我是因为安尼，我即马拢就惊家己一个人伫咧厝里。啊，我自细汉到大汉哦，嘛是定定一个人踮伫厝里，无啥物好惊的。那是因为你从来拢唔捌互人困住，好不好？哎，那更开心了，更开心了，更开心了。设计这间厝的时阵哦，拢有做防震设计啦。而且家的摆设哦，拢有特别注意安全，袂像你刚才就落来。哦，放心。阿头，阿头。是那个，我是跳钢的。我怎样？我现在应该无多困我的房间啊，我敢袂当困客厅啊。你人就已经无爽快啊，你若是搁困客厅，一定困无好。无你啦，我困客厅，你困房间，也毋过你莫卖乖，若是啥物代志，随时搞叫。啊，你敢袂用的？当然袂用的。我毋是意思啊，我惊你是因为我才睏客厅，安尼敢毋是过位睏的？想叫我害你食物中毒？多谢你。我即马才发现，其实你人袂歹。就跟你讲过啊，我是一个大好人。